你條腰喺呢度，係咪？OK 嘅。不過有一個好特別嘅消息，我要請埋阿亮哥出一出嚟先。嚟啦嚟啦！今日咧，即刻嚟。老豆，真係不得了，話俾你聽。點解呢？今日幾多號啊？5月29。今日喺呢一度。是細細粒的正日生日啊，他將他正日生日這個日子獻給大家啦。你好嘥的，我從頭來跟你說幾次你沒有反應，我你記得了。我不唱得的，我沒反應，你們唱吧。聽下，小寶係仲未試過有男朋友嘅。東莞有冇好介紹？仲未試過呢四個字啊！東莞有冇好介紹？舉手，邊個？即刻去搶啦！好嗱，除咗細細粒之外咧，今日原來仲有一位朋友咧，都係正日生日，付出咗俾今日東莞呢個演唱會嘅，就係我哋嘅音樂總監 John Lord。瘦翻100磅，唔系，做乜嘢？你嚟啦，你去啦，你中间，女员，我希望有个男朋友，唔系，我希望努力做嘢，努力做嘢，再努力做嘢。哇，好啊！我把好开心啊！快帮我搵多啲钱啊！好啊，都好辛苦啊！好啦，蜡烛就冇得吹啦，一嘢摆落个面度啦。我都话掟俾观众啊！边个想食？有冇人想掟？有啊，我哋要俾你，咁我哋又唔得嘅，要唱埋佢啊！呢边，唱埋最後一隻歌先嘅，我哋俾埋啲工作人員啦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有聽過老表你好嘢嘅話咧，我哋就一齊唱埋我哋老表你好嘢嘅主題曲。我哋本身排嗰時係上面。謝謝大家，嚟啦！多謝。俾個生日最温馨嘅。晚上細細粒好唔好啊？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，我最愛家，我有國家，我有國家，但有那國家。一路數口，爭吵也手拖手，問問是非，善待自己，也要愛你。这里有喜，这里有悲，决意去站起，只一对手，安抚你爱问候，担心不会走，关爱就是富有。
谁来回赠我少年人送走错，你会无人吗？你分手一起走过，首先感谢大家啦。到咗柔情靓歌嘅时间啦！